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成人自学钢琴，今天和大家分享左手经过音。我们以我只在乎你为例，从一级到三级。如果没有遇见你，一级到三级，啊，一二三，三度，我们就可以加一个经过音。如果没有遇见你，见的时候再转。如果没有遇见你。后面就可以弹下来，比如说我们一级、四级、四级、三四到五级的时候，就可以加一个黑键，一二三四。比如说我们先四级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加一个，这个就可以成为经过音。好，分享到这，拜拜。